Hello，大家好，我是白丁啊、呃，今天继续做笔的视频了。呃，这支啊、呃，这个基本上很多人都有买过的，写了二十一 K 啊、呃，也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比较没有诚意的一个品牌。那还是这样子，首先我们还是一样要拿到，因为它这支跟那个原配它是基本上是最接近的一支笔了，我认为就是说它。 应该多改一点东西了，就是笔尖可以移久，但是呃，其他的地方嘛，可以尽量多修改一点。那这支二十一 K，首先它是国内叫大鱼雷嘛，然后那个应该是一九幺幺系列嘛，呃、鱼雷鱼雷款。那先看一下这支笔，首先会比原配的一个一四六会短一点，另外一个就是说，呃，我们必须要看一下它的一个，再拿一下 M 八百，0吧，是、呃、m 嗯0八百。 那我们来看一下 M 八百，首先偏短，那这样子对比应该会好一点了、啊。OK，其实你们拿到的哪一支，你们哪一支笔就比较哪一支笔是多人买的。我老是用一四六和八百来做一个对比，好像不是太友好，我觉得不是很 user friendly。嗯、呃，这样子。 它长度跟八百是一样的，然后尺寸上面来讲的话，能看得出来它是比一四六的稍微再细那么一点点。相机上面看可能不是非常的明显了，但另外一个它的这个弧度吧，呃，会比较尖，比一四六的要尖一点。另外的一个比例，反正来讲的话，我个人觉得，如果从笔帽的中间来进行分割的时候吧，好像。 呃，就对，应该是笔帽没有那么长，那导致整支就看起来比较短。好，那我们先把笔给放一边，然后直接这两支开始来对比吧。首先从外观上面来讲呢，不知道你们看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因为这一支笔，说实话我用的不是很多了，因为呃，第一个我认为它不是特别有诚意，另外一个就是说有了 a 四6那你很难说在就是说再拿别的笔，因为这支。 一支一支一一种款的笔，就呃一种款式的笔，一支就够了，就再多几支也没什么意思。你能用的笔本来就那么几支，除非说哦、呃，我天天洗笔，天天换墨这样子，或者我我我做完墨水，但可惜的是，呃，我没有。好，回到这个笔的一个外观，呃，一四六你们能看到，就是说不知道明不明显啊、哦、我尽量给你们看。 嗯，写乐、um, 的那首先这里它是一个从呃这样看我能不能看清楚，就是从这里它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收一四六的过渡就比较明显，它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有点弧度这样子下来，然后再收。嗯、um,，下面这个位置呃从下面这个位置你们应该能看，它是比较直的过渡。 一四六的话，它是有点糊的，能看到吗？就是这种细节。另外，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笔环的部分啊，能看到笔环上面来讲，万宝龙是因为它是三个创始人嘛，所以这里三个环，然后可能也是呼应，就是笔夹做一个呼应，它也是三层。那这里的话能看到，就是它们两边的精细度真的，笔夹上面来讲嘛，就是精细度上面来讲，我觉得就是已拆解了。当然，价格有差，这个呃很正常。 另外，这里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压的一个纹吧，一个一个纹理，呃，一九幺幺，然后 siler，再下来是这个写的是呃、uh, Japan 对吧？Japan 呃、uh, Japan f o u t 就是那个，反正就说我是一个日本笔，呃、uh,，这个细节万宝龙上面还有就是说字里面还有各种的一个斜纹啊，看起来会更精致一点。另外呢，就是。 呃，颜色上面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啊？万宝龙的一个，我、哦、这边好像都是阳光啊、呃。你能看到它一个是仿那个白光的，就有点像那个日光灯，然后这个呢就是有万宝龙仿出来的，有点像那个暖色的灯。那其实不是你们眼睛的一个问题，是真的这两支笔的银色它是有一定的差别了。万宝龙这个它是有点偏黄偏红的。 这个就偏白，就很冷色，就日光灯的那种冷冷色。那看起来来讲的话，得要看你用什么灯去打，然后才能反射出一个比较完美的颜色。那然后再下来了，笔夹上面我觉得能讲的呃不是很多，反正偏硬，但也可以了。反正现在笔夹很多都装饰，但是你没有了也不行，因为防那个翻滚。 再下来的话，呃，能看到就是说笔架上面的一个厚度吧，有点差别，因为这次真的太像了，也只能拿它来跟它对比了。那不太高兴的一个同学，那个，呃，呃，对，多多包涵。呃，再下来，它这个笔尖就是日本笔后面这个尾端呢、啊，都是那个比较短的，呃，我认为就不是很够大气。然后我们看一下尾端的这个部分呢、啊。 呃，它这里从这里收到这里，我觉得收的有点太多了，这搞搞的整只非常尖。有呃，万宝龙这一只，你看这里，然后最最宽的地方其实在这。那我认为这样子一个圆润过渡拿起来才才是比较舒服的。我不知道是工艺上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啊？因为这个形其实差了一点点，其实差挺多的，我个人觉得。另外这里你能不能看到？到这里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直线。 这里还是它万宝龙这一只保持的是整只是弧线，那这里过到一半，然后不知道你们感觉到斜了一截，然后再到终点，那我觉得可能是它那个模具师傅还是怎么样的一个问题了，但是斜了它是一个。 呃，标榜工艺的一个笔嘛，就是日三家来讲，它标榜的主要就是它的工艺很好嘛。但是这一些细节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审美感的问题了。整体的一个，但塑料上面的反光你们也也能看到，基本上是一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呃，其他的就应该就呃能讲的也不多了。呃，再下来啊、呃，我们看一下这个笔尖。 呃，笔帽上面的话，笔尖也是一样需要这样子来对比了、啊。笔帽上面大概就差不多了。好，放一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笔舌。笔舌的话就是很，呃，中规中矩了，就是正常的现代笔舌，也是我挺喜欢的。呃，一排排的这个笔舌上面的一个一个筋嘛，它不会说特别薄，那相对来讲要拆的时候比较好拆。 那比较值得夸奖的啊，它这个还是有点小，小小的反 R，o, 但是不是特别明显，因为它的它反的地方已经接近这个头的这个地方了，所以对书写来讲不会有呃很大的一个影响。 拿起来来讲的话，有遗传到一四六的一个比较好的，就是呃一个这个部分比较直。那可能我个人拿笔也是比较高了，所以用起来还是挺舒服的，架也是能架得住。唯独的就是一个审美比例，可能它是非非常偏向一个日本风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它还是在笔握上面有点加加上那个日本手工笔的那种线条，还是有加进去的。再下来这里就是一个。嗯 啊、哦，还是一样，就是啊、哦，哦，我吸墨器好像搞丢了，这样子，没事没事，呃，那个吸墨器也没必要讲了，因为日三家来讲，它的吸墨器也是最贵，然后我三个吸墨器三家的吸墨器比起来也是呃，不是还是差那么一点，但是这个好像它的同那个什么，它的密封圈来讲的话，基本上好像嗯。 给人感觉用料不是特别足了，还是一样，就跟我之前做那只铲刀燕是一个问题。你看，就非常细，就觉得，嗯，怎么讲呢？呃，差点那个那个什么，差点那个呃诚意啊，还是用这个字比较好。嗯，其他的，哎，这个地方反而挺不错的，呃，比较厚，不会说那个太薄，这样子这个地方反正挺好的。 呃，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但是我觉得这支笔的价格来讲，这一点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长刀，我认为还是要多加几个圈呢，看起来就是说用料更足。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的一个嗯，笔尖，笔尖部分啊，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是喜欢这个品牌了，这个哎，呃，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压纹。 能看一下啊，写了二十一 k 啊，然后再下来是呃笔尖上面来讲的话，就是可能沾过墨了，那整个缝会它的缝会比那个一四六的会深一点了。一四六的缝的话，你能看到它是反的，是一个没那么黑，它是有点灰。 那也比较细，能看到就是说打下来的时候，它的字是非常清晰的，然后不会说呃我字旁边的面，然后跟着那一个字字体本身的凹呃凹纹，然后就陷进去。 一九一一的话，还是有这样子一个问题。你看到中间写了的那个标嘛，下面那个苗头的那个地方，能明显看到，就是说它是往下面凹了一点点。就整个你看到，就我现在这么转，不是特别过度的，不是特别滑。应该一四六这一点会做得好一点啊。嗯，一四六对一四六的一个光，你看会稍微的，就是。 直顺一点，我能看到，非比较直一点，就是整条那个反光。好，然后再下来的话，笔尖的话，整体来讲还是挺好看的。那这个粗粗的过渡到细的，然后这个形的比例，个人觉得还是非常好看。另外的就是看一下它的笔尖了、啊。 应该看一下，因为我记得就是如果按长款来讲的话，三七七六后，然后第二便宜的应该就是这只的一个，应该就是这只二十一 K 了。而且二十一 K 笔尖，我印象中是不是只有这一只？好像没有别的了。我看一下啊，看能不能拍好一点，能能拍好一点尽量给你们拍好一点。K，、okay, 嗯，难道我拿错了？应该不会，可以。 嗯，可以了，可以了。好，这个看一下这个笔尖，有点小刀锋了。前段那边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能看到吗？一点点小刀锋，然后这样子。 这一支你看到好像有点错尖了，但是其实出厂就是这样子的，很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笔没有摔过，没有调整过。这一支真的，但这个很很 OK，呃，就这个稍微有点小错尖，其实是放到这么大能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但是我书写这支其实你看到前面我是书写过了，其实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说看起来好像有点磨损。 但它这个笔尖吧，你能感觉到就是很多的一个工艺感在里面，这个能看得到，就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平滑，你看这个边边什么的，就是不是很顺滑那种感觉了。那但是也能给人感觉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工艺。还是说主要的，它写乐的主要还是它的笔尖的玩感来讲，我觉得还是一般般，还是白乐做感比较那个好一点。 好，笔尖大概这样子，有点小刀锋。那它的压力来讲的话，是还是挺大的，觉得个人觉得。好，拿起来，那唯独的，我觉得它这支笔的话，应该是，嗯，书写起来的话，就是一个鱼雷型。应该来讲，它这支笔应该是属于最轻的，就这么多支的鱼雷笔，就是以这个大小作为一个标准的话。 那还是那个，废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先来试写一下，这个最重要。好，啊、呃，拿一下纸，然后这次那个吸墨器那个好像搞丢了，不好意思，那个，呃，这次笔应该，因为说实话，真的我比较少用，就是，呃，或者呃，就写完一段时间了，就给我放一边了，因为有别的笔进行，就是有有别的选择嘛，毕竟。 好，那个我就沾一下墨，我直接就是，OK，可以。好，那就上了墨了，我就先书书写一下。好，那个书写完了，那。 首先是这样子，笔尖上面呢，跟我的零点五对比，能看到它是比我这支，不好意思忘了讲是什么尖，我这支应该是那个呃 F 尖的，呃就常见的 F 尖，嗯、呃、啊阳光上面的一个反射，不知道能不能看到，哦，非常的漂亮。好，那不特别继续。首先这样子，呃这支笔的话，那个是以这个体型的鱼雷笔，就是我不算那个十四 K 的一个。 那一种大小或者百的七色大小，这支笔呃是这么多黑的鱼雷型来讲最轻的。另外笔尖的话，真的是写中文来讲非常的不错，写英文的话就呃对呃，因为它有非常好的阻尼感，而且那个笔尖的反馈也不错。这支笔是从我一开始买，然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就是它的写感都没什么变化，这一点做的很稳定。然后呢，它。 呃，这个笔尖的话，就是可能是二十一 K 嘛，因为 K 那个多少 K 数不代表说这个尖有多弹，只是说它的含金量有多少。但这支二十一 K 的确是，你能感觉到就是，我稍微重压一点，你们能看到，其实它的一个粗细变化明显还是有的。另外这支笔往下压的时候呢，能明显感觉到一个有呃柔软的感觉，嗯。 笔尖来讲，呃，很出色，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真的是一个中文版的一四六，呃，笔尖，呃，刚本身的笔的重量也很轻，但是给人感觉就。 呃，轻到是怎么样？有点塑塑塑料感，塑料感比较重。但是笔尖这边的话，真的是挺 OK 的。呃、嗯，怎么讲呢？跟那个三七七六，还有那个百乐的七四三来讲，真的三日三家它的一个尖嘛，都有各自的一个特色。个人的话，对这个笔尖的话也是挺喜欢的。笔杆的话，或者它吸墨器一般般。那最有最最有诚意的地方，真的是它的一个笔尖。 另外呢，那个，哎，我手怎么又弄到了？什么时候的事？好吧，嗯，另外的话就是它整支笔的话，反正就是作为一支日用笔也是挺合适的。个如果是买这支的话，长刀眼，我个人更推荐这一支，因为长刀眼那个真的可能是我个人真的不会用了。但这支的话，真的是如果你写中文的，基本上一拿上手都是能用的，那挺 OK 的一支笔。好，那。 笔杆的话就是不愿多评了、啊，但是它的笔尖真的是挺 OK 的。但是你有别的选择的话，就是这支不是说一支嗯很必然的笔。但如果是说呃我只录一支的三七七六，或者是说别的，我个人还是推荐三七七六多一点。这一支的话，因为价格比较贵嘛，所以就其实说白就是一个价格的问题了。而且选择性的话，呃颜色来讲，呃我我个人认为不是很多啊。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有什么的问题可以下面留言给我，也我没讲的也可以帮我呃补充一下。那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